其实今天开刀时跟一个月后开刀时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加装一个负压挡，这样会比较清楚。对，那另外好处是因为每一台双气的环境会不一样，那其实。豆子是冷的，那里面是热，所以豆子掉进去之后，它里面的温度会开始降，所以它软体会侦测到说它开始降温，它就把它当作是豆子进去了，所以这个过程大概会在一分半的时候，它温度会升上来，这个可以看到它的时间。还有这个是每分钟上升的温度，这个都是我们烘焙当中需要参考的一个数据。对，那刚才讲到这个排烟，就是